前，要先甲各位爸爸讲一声抱歉，因为本来今仔日的主题是用主题二来推荐，但是因为阮伫顶礼拜拢无闲谈几项个代志，所以阮无法度制作有关父亲节的影片。但是等下我们播放的这个谈名影片吼，保证予大家爸爸看咧，满足个欢喜。你若到伫影片内底看到恁的囡仔，还是恁的孙，伫这个活，伫这个谈名的活动内底，因真快乐的在活动，真快乐的在佚佗的时阵，你嘛会感觉你的心真欢喜。而且我嘛要透过这个机会，甲各位乡亲们感谢你对阮伫下过学校的时阵，你不管是金钱的奉献，还是食物的奉献，也是服务关系，妈妈为阮煮三顿，这个辛苦的奉献，阮最后每一个教员也是学生，我都为你做感谢的，有你安尼给阮斗三工斗支持，给阮的下面名，一单比一单搁较好，一单一单搁比一单搁较有搁较侪小朋友吼，已经开始咧预约报名，讲明年要来啊，予阮的人数越来，要参加夏令营的人愈来愈侪，也到从这年了，规个咱天顶阿爸非常的，因为有伊会听，予咱会当大家会当相听，会当来成就这美好的代志。一时间，用足欢喜的心来看这个影